是谁在捉弄感情的线？我不想对你抱歉，却又牵挂着他的泪。我们都解不开一个死结，该留下或该走远，这一切我应该怎么选？假装有一天能两全其美，悬崖边缘我退无可退。 I can't give you up， 要怎样做才对？ I can't give this up， 怎样都是亏欠。这首歌如果两个人要一起对唱在 KTV 也不容易哦，不好唱，不好唱，真的不好唱。对，你这次因为合作了这么多不同的创作人，对，制作老师，你觉得谁给你的感觉就是压力最大，然后最紧张？最紧张，或者觉得跟他合作好像挑战困难度最大？最紧张应该是第一次跟松哥录音。跟松哥录音？对，因为其实我在跟松哥录音之前，我们两个是的话不多，嗯，就是没有，应该说没有很熟哦。对，那我们因为这次他专辑松哥录了很多歌，那我们就慢慢从录音的过程里面再慢慢熟起来，慢慢熟。其实第一次录的时候就以前都会听说那个时候会听米歇尔维奇他们说，哇，松哥跟博哥以前在录音室把他们骂得很凶啊什么，然后我就很挫着去说，糟了糟了，要被骂了。结果呢？有被骂吗？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直处于挫了蛋，一直，我们就是去，然后松哥每次看到我就，老大，今天 OK 啊，然后我就就都是聊天聊天聊天，然后所以好，走了，该开工了，然后就进去唱这样。你知道，就是跟在这个表演领域很多专业的人，对不对？大家都是就是要激发出好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不是用就是比较严肃的方式去激壮。是用自然的，其实还蛮跟松哥录音还蛮开心的，大伙就觉得很自在啊。是，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录音的时候就会，我自己就会很无聊，比如说录音师就会问说，哦，就要唱，而不是说 OK 嘛，然后一般就可能说好 OK， 然后我就会说 Ready Go，然后加油。
加油这么无聊，我就很无聊，然后我就自己很无聊在那边玩，不然就是 cue 我 cue 我 cue 我很无聊啊，因为就乱玩，因为放松了，这样才可以。对啊，可以跟这么多不同才情的人一起共事。而且中岳老师这次也帮我编了，像那一首不一样，吉他就是中岳老师编的。对对对。那刚刚那首 I Can Give You Up 也是中岳老师编的。也是。对，所以我上次在张雨生的纪念演唱会碰到中岳老师，就是肃然起敬，因为那一次去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只记得进练团是进门就看到李守信老师、小白老师鼓手，然后左边就是哇中岳老师，就是哇好厉害的一个吉他手老师这样，就右手边合音马玉芬老师，哇我就哇天哪、啊，这个空间里面有多少个制作人啊？是，就很紧张。你看黄中岳，他也是一开始就帮你打造。对，真的很感谢中岳老师，因为那时候中岳老师很忙，他同时还要做一些演唱会什么的，是还帮我编曲，对，然后松哥又一直逼他，是，这一次的专辑明天要发行了，对，就是明天，那有没有后续什么活动？活动的话，我们目前是9月27号，是礼拜六在台南跟高雄，然后9月28号的1点在台北的那个元气馆那边 ，KMO 那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救一救卓一峰。是为什么要救一救呢？九一九哦，对，可是不用救啊，抢救的。对啊，明天反正发行了，对不对？大家先鉴定你的专辑，就请大家。我觉得这张，这里面的每一首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考题，是因为真的曲风太多元了。是，那我把这些题目的答案都作答了，是，就是明天就交给大家来帮我评分，是对，打分数。是，这是这张专辑非常摇滚的一首，对，天堂门外。加油了，周一峰，加油哦！祝福你，希望你的哥哥不要被我们笑到，好吧，拜拜。明明没有雾，没有风，没有看得见的伤口，为什么你要宣判我们无路可走？如果爱都不够，给的不够，什么才够让你牵住我的手？把黑暗把孤单留给我自己，将你的明天还给你，你的梦这个我没有被邀请，就连问候都不必，离幸福再一步怎么可以？突然把你心关紧，在天堂的门外失去你。看着你的脸，你的唇，你不再微笑的瞳孔，我的爱被你关在门外。